有两天，李若彤在机场的一组照片引发网友讨论，好像胖了。据悉，当天粉丝见面会结束后，李若彤因为堵车差点赶不上飞机，但看到粉丝去送机，他还是选择了陪粉丝合影，给他们签名。粉丝让他赶快办理登机手续，他回话：“你们真乖，嫉妒和谐有爱。”说起李若彤，很多人的印象都还停留在咕咕的模样，或许是因为喜爱健身的缘故，这么些年过来，李若彤的颜一直都能打。很多粉丝都说，感觉李若彤最近的这几张照片看起来状态很好，稍稍的 buff 反倒显得青春健康。最让人羡慕的可能还是发量，90后秃头女孩表示真的很赚。羡慕李若彤的同时，也 get 到了永葆青春的绝招，保持好心态，勤健身，大家觉得呢？